见操行人，当愿众生坚持自行，不舍佛道。这个操行可以做自己发愿讲啊，自己发了愿，想要做一件事儿，就坚持到底，这叫操行。比如我们行道，出家之后了，行道嘛，要求解脱嘛，要精进。发了愿了，不能违背自己的愿，违背了愿了就没有操守了。就是我们对，好比一条戒，好比自己想发心念佛，发心念一部经，这个就叫操守，操守。就是你自己想做一件事儿，一定把它做好。那也得看什么事情。因为我们出家，在这个文殊师利教授，我们出了家之后，要坚持就操守。对，当好一个出家人，当好一个比丘、比丘尼。那么法门无量，你各自己学哪一法，要坚持一行。那多了你没这么大精力，你没这么大智慧，你发了愿并不是就能满愿，中间一定要有挫折、障碍、危难。你说障缘怎么办呢？就坚定的不为自己私愿，这个就叫操守，就是操守。自己入世行，发愿要一切众生坚持自己的愿行。皈依三宝之后，在任何的苦难逼迫都不舍弃佛道，这个要操守，操守。所以文殊菩萨教授我们说，你要善用其心呐、修道不是容易的。过去我们都是讲求师访道，求个好老师。那老师了，求道了，他也只能告诉你，对你的个性，对你的根性。如果那个老师智慧大一点的呢，知道你学哪一法相应，给你介绍了，劝你去学，学完了之后懂得了，完了去做。但你中间一定遇着挫折。过去人有俗话嘛，不受磨不成佛嘛。有时候没有障碍的时候，佛菩萨视线给你做障碍，那佛菩萨帮助你修行啊，怎么给你做障碍呢？磨练你的意志，不经过磨练你是不能成佛的了。咱不说修道，我们现在那地，我们那后院铺那个地，就是摆一块石头，它摆来摆去的打呀打整啊，把那石头又切呀磨呀，不受磨不成器。我就看着他们那铺地板，铺那地板啊，他铺个地板都要些技术啊，合砖对缝，那个石头每一个缝不行，何况你修道呢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方面是最稳妥的，但是一百个念佛的有一个能升到极乐世界的吗？
念佛的方法也没什么奇特的呀。嗯，就是你的心理啊，你的思想有超行没超行。嗯，这个问题这个关系非常的大呀，好多我们信佛学佛道的人学学他退心了，因为他思想之中有一个极不好的念头，一个求速成，很快成就，达不到，达不到他就超行没有了，超手没有了，他退了。嗯，这一种狐疑不定，狐疑不定啊，今天学学念念佛啊，明天又去学学法啊，又去这思想始终没有定，今儿你不容易成啊。嗯，不舍佛道的时候说你走的菩提道，你行哪一法，你不要舍弃，东挑西挑，东挑西挑，这个错路我走的很多了。现在我们有好多道友要到五明佛院学院去，而后跑回来，特别福建去的很多。我的学生我知道很多个，他后来跟我说，我以前也入世啊。嗯，所以你自己相信了，下了决定心了，一门深入着求解脱断烦恼，你要在你用功的行道当中，你自己可以验得到啊，你烦恼断了好多啊，遇着警戒相来了，你就不按菩提道走了，走的是邪道了。就这么的进进退退，退退进进，说一生啊都很难得成就。很多学一法很难得圆满，学圆满了之后要照着他去做，东错西错，做不成。我说最初发的心呢很容莽，但心有个必得之心，今年没得到，明年没得到，过了三年了他就退心了，他就想挑了。这样的持久心不能升起，就这样子学道的时候进进退退，比如说我们听华严经，跟我念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有障碍没有？没障碍啊。你把你听经的功德，把这个心都把它回向极乐世界，你的目的是这样子，到你临终时候你一切善根全现前，障碍全消失，就能得生了。也有的大德告诉我们说，一心念佛了，听经啊，做佛事啊，什么都不要做了。但是我们这个心呢，它不能够定下来。那么有时候经常的打个佛七，要么一时定七天，坚持这七天不懈怠，这个还能做得到。七天坐下来，佛七打完了呢，我台湾有一个弟子，他到高明寺打禅七去，上回事来这儿来了，我说他们打了这么多禅七了，有点暖气没有啊？这影子都没得。连暖气都生不出来，所以这是向上一周了，
这大根基的人了。嗯，但是种种善根呢，磨练磨练也好呢。嗯，那三十年五十年做坏的都是个蒲团，那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听教，听教就是闻法，闻法就是磨练你的心，磨练你的心。因为你不懂啊，你不懂，你不懂，听着各个大菩萨、各个佛这部经说的，那部经所说的，它归宗的还是一个根据菩提道的次第，方法不同。这部经说的，它是用这个方法入，那部经出的，但是它不离贯横啊，每部经都是要你学贯横，不过下手的功夫跟中间的过程料有不同，都是了生死的，求解脱的。嗯，结果我们打工挣钱，不管你做泥工也好，做石工也好，做木工也好，目的是挣钱。那挣了钱支配，支配还是随你了。你要买件衣服也可以啊，你下小馆也可以啊，把钱挣到包包里头了，你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啊。就是你闻法的时候，修道的时候，当你得到了，你用到升极乐世界可以，用到利益众生去可以。他说不渡人间，我要渡天上去吧，到天上渡众生去吧。那根据你的用途了，人家每天的听经、上殿、过堂、做佛事，咱们就说，昨天晚上可能打普佛了，说打普佛是给人家打吗？是给自己打啊？我很多道友啊，我给人家打普佛去了，给人家打普佛去了。打普佛就是念，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殿堂，给哪个道友回向，人家请我们给他念经，他请的人呢，自能得到你念经的功德三分。如果以七分分呢，他自能得到你一份，你自己念的人得到六份。你给人家回向是少份的，给他一点就是了，这叫施舍呢。实际上你做的人你得六份，是给人家念吗？给自己念吗？就自他两利，就是你怎么善用其心。因为我们现在学净恨品，文殊师父告诉我们，就你善用其心，把这个心呐、用的，我用一个法门坚持不懈，凡是都是菩提道，都在菩提道上走。我走快一点，走慢一点，或者坐汽车，或者坐飞机，或者拿腿拿这个步行走，都一样的。就是你怎么用你的心，你心是主帅。不过有十万、一百万大兵，那主帅支配分配就这样。说你信，让他听教、闻法，让他参禅，让他念佛，不论哪一姓文都可以，但是有个目的，最终目的是成佛，在菩提道嘛，成的菩提果。但是得把这个确定。善用其心之确定之后，坚持不懈，把所做的一切都回向，说我就是想升极乐世界。那你把你所做的闻法功德，乃至于你所行的吧，都回向到极乐世界，回向到阿弥陀佛，这叫坚持，这叫操行。但是呢，你自己一定给自己定一个功课。
那我这上殿吃饭呢，乃至我这听课，这算不算？都算，都算。但是这是行动当中的修行的过程，不是目的。目的你愿力是什么？我们有道友想当法师，当得到吗？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开始念书，我们那一班同学50个，5年，只死了一个，害病死了。他以前是参禅的，他当学生时呢，年龄很大了，30多岁，才当学生。当学生学了5年，华宁下来，学了4年多。害病死了，剩下的我们这49人没有退席的，中间没有请假的，没有星期礼拜的，只有初一、十五放香，放一刻时间。那上午老法师不讲课了，大家去洗洗澡、洗洗衣服，完了晾上了，下午照常上课。我们那个老师傅，老慈州老法师，他在病中还是讲课，只有他一个法师带着50个人。有个监学老师，从监学老师带我们这些学生到5年毕业了，死了一个，剩下全部在，中间没有请假的。但是出来几个呢？以前在这个的有一个，那是我们同学的静如法师，就是广茅峰和尚，以前那和尚，他一直送华严经。80几年我来看他，他在那病那么重，他还一天送华严经。这也是坚持啊，坚持。这讲经的50个人。除了死一个49个，还就是我一个讲经了，很难呐。不是不能讲，不是讲的不好，是没人听。麻烦就在这儿，没人听，你讲给谁听啊？这叫没有缘。这是非常难的，一点难的一个缘法，第二个超行，超行就人信你不信你啊？你讲的再好，他不听你的呀，那你没办法，一个法缘。大家都知道印光老法师，这是在我们中国的近代的高僧啊，品德。他在普陀山闭关出来，到上海讲讲，最初听的人很多，一天比天嫌少，不到半个月啊，没什么了，没人听了，他自己也发愤，不讲了，从此不讲，就到灵岩山专门提上念佛。那谁请他开示？也很简单啊，老实念佛去吧，很简单，老实念佛。后来在台北广钦老和尚，那也是弘一法师给他启示过，他闭关，老虎给他当护法，道德是有了，他没办法讲解，他也是劝人家念佛呀，开示，老实念佛就好了就行了，老实念佛。弘法立圣，当法师的专是一途啊，得你自己以法为师啊。法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法为师。这第一个，你自己得以法为师。我跟我们诸位法师说，你们将来都要弘法的，你必须得有行啊，
光靠嘴说不行，很多人看你的行为，说你坚持一行有超行，超行两个字很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因此大家，你们现在在刚发艺的时候，等你这个操行的到什么时候才表现出来呢？到你临命终时候，你的操行如何呀？考验功夫就到那要死的时候，自己能做得主，能做。好嘛，我升极乐世界，哪儿都不去，就升极乐世界，等着阿弥陀佛来接你，真来接你，不错的，肯定的。这叫超行，超行，超行。再说通俗点，立志，立志就是发愿，我就这么一个目标，那就行了，是超行。这个是坚持自行的不舍佛道，见作家轴，当愿众生常福善根，去无私法。这是表精进的，这表战斗的。不过现在穿上盔甲没用处了，挡不住枪子的。穿什么？穿避弹衣，知道？现在的盔甲就是有穿个避弹的背心，枪打不进去，子弹打不进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披这个善法铠，披善法铠，去无私法。什么叫无私法呢？没有老师。老师是谁呢？老师就是无为。以无为为老师。就是自己观自己的心，观无为。你也有老师的时候，老师启发你，引诱你，给你解说。没有老师，就是自己反闻闻自性，闻自己的心性。从这个证得自己的心性了。心性是什么样子呢？无为，说我们跟一些魔君，谁是魔君啊？跟你自己的胡思乱想，那就是魔君。你的烦恼，冤家对头是什么？是你的烦恼，仗你圣道的。你自己跟你自己的烦恼，就是内心起的障碍。这《楞严经》说有五十种。每一运色受想行识，没有十种运魔，叫无运魔，内心的魔。你所作战是跟他作战的，在你修行当中，修道的当中，坚持不懈的跟你内心所起的障碍做斗争。观你自心的自相，自相，观到无为。这样子呢，就是服善法了。善法就是你的盔甲。常是这样关心，坚持下去，消你内部的魔障。外部的魔你容易对治，内心的魔不容易对治。我修道者常识观无为，这个铠杖就是容易打仗的嘛，甲胄都是容易打仗的嘛。
坎脏是不好的，甲胄是不好的，穿这个衣服就是要打仗的。咱把它翻过来用这个形容，文殊菩萨教授教授我们说，你把你的内心魔障穿的什么盔甲呢？精进，不是懈怠。观些诸法无相无作，一切无为。见无楷障呢，当愿众生容离一切不善之业，凡是是非争议地方、作战的地方、不敬的地方、不能修道的地方，你要离开呀。说你内心里的烦恼，你怎么离开？观无为，观烦恼的起处，观烦恼起处，是吧？不善的事，不善的事情，永远要把它离开。有争议的地方不要去，有战争的地方不要去，这叫趋吉避凶。争议就是不清净了，不清净了，是国度跟国度的争议。见论一人，当愿众生以入欲乐，悉能存佛。论义是互相的论辩了，论解了，就是有争执啊。说假使对人家那些个对母佛教提出来批评啊，批评了不好的意见，我们为了维护佛法，发扬政治政见，那要跟人家辩论，但这些人呢就是外道、异道、异道。但是辩论时候你必须得有说服力，说服力不是说是我自己先学一套，没标准的了，你知道晓得人家问你什么吗？你不知道人家问你什么。或者坐飞机上、坐火车上、坐轮船上，有的经过很长时间，大家坐到一起了，那看见是个和尚，感觉很怪。我说特别那时候我们年纪很小的，看小和尚，他一半啊坐车坐的，坐车坐坐船坐的无聊了，因为拿你开心，想找你开开心，那你就拿他开开心吧，必须得有本事说服他。然后呢，为什么出家呀？您给你讲一个世间的道理，那给你讲他以佛所说的教授方法来对着他。大家看《隐城回忆录》，唐老法师一时坐火车上，一个基督教徒跟他俩辩论，就在这火车上，俩人就辩论，那故事很长了，辩论，就这个在这议论当中，悉能摧服，说是文殊菩萨智慧，愿一切众生在那个议论外道的辩论之前。有政治政见的观念，有无奈的辩才，能战胜的，这个就需要你学了，你不学你怎么知道呢？对，说为什么我们学论经藏，论藏，论藏就是辩论，是吧？那个意思就是摧邪显正，把那一切邪知邪见给它摧服，先把佛所说的政治政见。见正明人，当愿众生得清净命，不搅威仪。搅威仪是说的邪命，邪命有五种，我现其的相，给你算面、批八字、穿那个出垢衣，或者穿那个主衣，反正处处现其的相，跟人家不同。
说我是行菩萨道的，不为名利。过去我们菩萨给人家谈修究啊，给众生指引迷途啊，如果一夹着名利，就叫起得相了，一接受名闻利养，例如我最近二十年，经常讲《地藏三经》，讲到那个沾杂善恶业报，坚定菩萨、坚定信菩萨请佛，说是末法这些时候，怎么样能知道？所以没神通、没得到，也能有一个什么方法，也都能知道。佛说：“你问这个方法问的太好了。”这《占刹经》上的原话，说善哉善哉，说汝问的太好了。但是这个问题啊，怎么慧宗地藏菩萨会跟你说的？佛不答复他，佛不说，请地藏菩萨说。那个含义呢？佛自的戒，五种邪命，一卜形象、谈修究、算命、打卦、批八字，这些都不可以的。那请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善巧方便，要修沾茶善恶业报，就是要谈这个事儿。沾着吗？大家都知道沾茶轮。那谈修究啊，问吉凶祸福啊，但是得不为名利。同时呢，那跟那个社会上批八字算不同，先得拜占查忏，就是先以预购钱建令入佛道。你不想明白吗？可以呀、你拜占查忏嘛，拜完了入那占查轮，那占查轮跟社会上那个六爻啊、八卦呀、不同的了。那六爻八卦是这样的，它从无为法说的。无为就是咱们佛教也说，咱们说这无为跟他说这无为有点不同。他说无为生两仪，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这个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，八卦八八六十四卦，就算卦的，一切算卦的不离开易经，大家懂得吗？易经，道教的易经，易变异的易，它就告诉你，一切法都在变异当中，是变的，所以。他那个两仪生四象就变了，四象生八卦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那乾坎巽离坤兑这一爻就叫六爻，完了后来发展的生紫微斗数啊，几个反正都是算命批八字这套，灵不灵呢？确实是不错的，你要算当时很灵，但是你掌握一个字，易，易经啊，你学会了易经，懂得了，就是我们佛教的一个字，易字，业字，你的业随时变化，你做善业，当然善报就报了，就卦象就变了。说看风水，看阴阳，看阳宅，埋到这个地方啊，那子孙后代就能够啊做大官发大财。满清的和这明朝的十三陵，在涞水一州，北京这个涞水一州河北县，北京西三，西部，十三陵水库，你看，看看那个乾隆皇帝跟西太后他们那个陵寝，那个风水，要以社会上风水看很好的，为什么他挫骨扬灰呀？现在展览呢？对，谁都可以到那个，到十三陵水库啊，
不是风水的问题，是你品德问题，你德没有了，什么风水也没有了。你过去的福德有，他就有。为什么这算命批八字五种邪命的不给和尚老道算呢？那和尚他一天在变啊，他早期念经念的很心很相应，得了变了，他是圣人了啊。那下午想钱呢，想男女关系，想啊又变了，完了业障又发现了。他就是道教也讲啊，易经叫易经变异，变异。但是他那个学这些个人的，他拿他活命跟人要钱，说叫五种邪命，说和尚不能做。说坚定信菩萨请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就给他说了，怎么知道善恶因果报应？驱散避恶，叫占察轮法，占察轮相的相法。但是呢，有个前提，要用这个，先得礼佛、礼法、礼僧，完了还得礼我地藏菩萨，礼完了还得念一先生地藏圣号，已经在变了。等到礼完佛法僧三宝，再念地藏菩萨圣号，他知道卦象就变了，知道卦象不好，那要倒霉，说要生病或者干什么，说病了要死，活不了了，那还想活着。地藏菩萨告诉你了，念我名号一万声或者拜忏，完了再知，这是我们佛教的相面。但这个经啊，和尚都不讲的。明朝脑一大师提上一回，做了一个译书，明朝脑一大师，后来我们弘一老法师提倡，因为那些人都不会做轮相，弘一法师会做轮相，他学艺术的嘛，他做轮，从他在发誓，也没谁现。反正我到美国去，我再开始讲，我信的人很多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很灵，灵完了你得修道，不修道不灵，修道得发菩提心。想转变吗？可以，业果可以转变的，那得依着地藏王菩萨教授。还有这个占察善的经，我就代表普照寺讲过，我们一般的道友来整理，整理。现在那是整理那个本子，现在我们印的那个占察善的戒钵经啊，就是我们普照寺同学的整理的。在美国你要讲那部。那我一个弟子啊记的记录下来的，把它做成，那这部经讲了很多遍，这就是讲到这个对议论摧伏的时候，讲到这个得清净命不叫威业，什么叫邪命，什么叫正命，邪把它变成正。如果你要是收人钱，拿它当成一个社会的算命学者，那叫邪命了，这叫五种合命邪命。邪命是戒律所不允的，所以是坚定信菩萨请佛说，佛不说，佛治过戒了，我请地藏王菩萨说，地藏王菩萨善巧方便。还有一部经《大地十轮》，《大地十轮》。我只讲一遍，因为这个经讲起来时间也很长，讲起来大家听起来很害怕。为啥呢？就是现实的生活情况当中，咱们这讲课录像啊录音呢、大地十轮经就跟末法时代的娑婆世界的录音录像，你看看那个经，左一个十轮右一个十轮，不是十轮经就是十个轮呢，后边贪，怎么样贪？贪财、贪色、贪物质、贪什么？每一贪就十轮，每一轮以下又是十轮，重重无尽的十轮，就把我们众生的现在末法的众生，
那个丑陋像啊，五浊恶世的像全部显现了。嗯，那可不像地藏讲，地藏经说的很那么大概说一说地狱，张扎山的那个大寂十论经那就不同了，那地狱的相就太多了，不是在地狱才叫地狱，就是在人间地狱，看看人间地狱是什么相。现在咱们这就可以看到了，看每天要死好多人，死于那个爆炸的，或者自己先把自己爆炸，有肉身炸弹，现在特别新鲜了，叫肉身炸弹，把炸弹绑在身上，先炸死自己，完了再炸死别人，这是过去没有的。过去都想自己活命，把别人炸死，现在不，我要炸死你们，先把我自己炸死，我再炸死你们，不然炸不到，多讷呀，这是就是讷那个心，讷心所呀发展的。这种议论还很多的，我说有时候为什么一吵架声音很大呢？表示威力很大的，声音越大表现他的嗓门越高啊，好像他就胜利了。那吵架声音都很大的，没有吵架的坐这儿喃喃嗡嗡悄悄的说很少了，那是讲道理了，那不叫吵架，目的向人家怕，让人家别人怕你，这叫高声献威，也是一种活命一种，也是议论一种。因此这个议论当中很多，议论当中很多啊，因为咱也不是讲张扎江，也不是讲啥，是讲这个见论一人，就是辩论，对，辩论。张扎经啊，就是辩论的意思了。但是我们那是依法的，依法的。那轮相为什么十九个？六根六尘六识，三六一十八，加上你根本无明。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来算你这个的。这是地藏菩萨特别教导的。这个我不晓得跟人辩论很多，好多和尚我们的道友问我，这是佛说的吗？不承认是佛说的。我说不是佛说的，佛在场证明。那谁说的？地藏王菩萨说的。还有好多邪知邪见的，你跟他辩论，他说是这个说女人不能念地藏经，黑姐不能念地藏经，什么时候不能念地藏经，这叫议论。这我跟他辩论过，说地藏菩萨不是菩萨，我说他也不是比丘，我说地藏菩萨现的是比丘像，大家看看那个住菩萨像，只有地藏菩萨在剃着光脑壳，手拿着西藏，没有璎珞，没有珠宝，现的是比丘像。这些都叫辩论当中的叫议论。那个很多对各个菩萨提的辩论的很多。你在西藏看着或者在印度看着原始的观世音像，哪有个女人像呢？没有，这是我们中国汉人把观世音菩萨画成女人像，看看原始的观世音菩萨像，那是化身呢，那不是他本来的本身呢。因此呢，这些个你必须得明了，如果你自己都不明了，人家问起你，你怎么辩论呢？而现在呢，要弘扬张扎三藏业报经，比如说佛子的戒不许啊，我们地藏菩萨除了张扎三藏经，啊，又算命，又打卦，
那就倒卦卦象啊。也得跟他辩论，得给他说服人家，目的是为了一些众生方便，这是菩萨的方便善巧。这就是十度当中的方便度，善巧方便。要寻思想引入一切众生入佛门的话，他有很多邪知邪见，很多看法，就是必须在论义当中把他吹服。这只是一句话呀，如果是你没有文殊菩萨的智慧，没有你学，你怎么去辩论能胜利呢？辩论是吹服，吹服让他产生信仰。用众生邪知邪见呢，他不信，不信要把他折服，让他信。这就靠着辩论，还有众生的活命。咱们持戒念佛，学经学法，这是正命，行不行？那人家供养啊，我们还没有出去化，过去叫化缘，化缘，化缘。那我经常提倡的，对我们道友，对我的道友，对我的学生，我经常这样说：有缘呐，你不化他会送来；没缘呢，你化他也不给你。你跟他无缘吗？你怎么化呀？化缘是化不到的了。就给众生种善根，大菩萨行菩萨道，给众生我现三宝相，让他种善根的似的，结个缘，不是让他给你东西，也不是给你画给你钱。你像我们有几个画主啊，过去每个庙里头都请几个画主师父，专门拿个圆布到位的画圆。现在这种圆布吃得开吗？台湾还有，在我们大陆拿圆布化缘，恐怕不可能吧？那么现在烧煤炭吃的大米吃的菜说，有人家送来的，他要来解缘。缘就建立这上的。还有说你们信不信，你就做这个的观想念，修行你修道，护法会叫他给你送来的，相信吗？我们孤山的故事非常的多，就是福州孤山龙泉寺，那时候我在孤山当小和尚嘛，小和尚是16岁到21岁。但是那个时候就跟这老和尚打的，老和尚就跟他讲孤山，讲听到孤山的故事。明朝的时候一位老和尚，他做方丈时别人说他没福报，是不是经常断断。没福报吗？大众吃饭都没有啊。那说多了，老和尚就现个神通吗？怎么现的呢？不是老和尚去了，护法去了。当家寺跟和尚报告：老和尚，明天早晨没有下锅的米了。老和尚说：“我仓库扫一扫嘛。”说：“扫也扫不出来了，没有了。”没有没关系啊，你们烧两锅开水就好了。说盐巴还没有，盐巴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盐巴没有了，米没有了。老和尚就说白水过堂，明天早上大家一人喝碗白开水就好了，说白开水，因为孤山财富多呀，不要化缘，到山上砍去就是了。今天晚上
抚州知府护法神就来找他来了，说明天顾三的师傅没有吃的了，今天夜里你想办法，我不然我要吃报复你。那个知府当夜就找那一切的这个官吏了，就到各家去，凡是做烧饼的做馒头的，先蒸馒头烙饼，赶紧夜间送到孤山。跟你打板时候要开水过堂了，那三门也送来了，馒头啊饼啊上都来了。有这本事吗？这是孤山的故事。孤山故事很多，这是一件，这是一件。说啊，圣命的人得清净命，不要顾虑衣服饮食。你有福报有缘法，这自然就来。什么呢？有人给你送来。没有了，一点都没有。求缘呢，化缘呢，我讲讲化缘呢，是化不来的了。这叫借净命跟那个污浊的命。我们活，有些人活的呀是活那个污浊命，不是清净命。他做起微相。微相我们就说什么呢？你叫装模作样。没得威仪，装个威仪。看见没有？不是和尚，他要穿黄袍子大红主衣，做起很威仪的，假的，假的。但是我们上海好，上海，我当小和尚时候上海，那时候这做佛事的他那赶经忏的，后来让这些人呢把我们做经忏做佛事啊就给败坏了。人一听说，哎呀，赶经忏的和尚，大家想想，赶经忏是念经拜忏呢，为什么不好的呢？就像我们现在香港似的，这个地方佛事做完了，上午做完了，中午又赶到那个地方去了。那么，那要是你要是假使身体好，你想挣钱，一天可以赶三场。但身体要这样长此下去，行吗？我有些学生在香港赶经忏，赶的身体都坏了，住佛院也费了很多脑筋，到香港去想挣钱呢，想买所楼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赶经忏吧。一天他就赶三场。我那简直是不要命了，也要不到几年了，赶到几年就可以买个小楼，再贷个款，完了自己要开佛堂了，那就好多了，自己开佛堂应酬佛事了。那我到上海，刚到上海，在街上看着那个，应酬佛事，带感惊诧，这没什么错啊。下文就不好了，价钱面议，是吧？你要做堂佛事啊，或者感觉会做惊诧，或者拜药师忏，或者拜大悲忏，好多钱呢，咱当面讲，来这讲钱，这是不是和尚？上班的和尚，怎么叫上班的和尚呢？租一个门面，这就是佛事的办公室嘛，完了时候，袍子一，到晚上下班了，往那儿一挂，门一关走了，第二天早起来上班来了，这叫假和尚，他。纸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，他也有，也还收入不少啊。这个叫非正命。现在非正命的人，你要发愿呢。其实念经拜忏是好事儿，入佛道还不好事吗？拜念经拜忏吗？一讲价钱就不是好事了，这叫出卖佛法。
那美国有人问我，这样问我说，这些感经忏的或者这祝福神的下地狱不？我说也能升天，也能成佛。他说我没听说过。我说那你就听听吧，我给你讲讲吧。不管他是以什么方式怎么造业，他是以三宝的法造的业。业还完了呢，他念经，不管念药师经拜大悲忏，有功德没有？当然是造业是不对了，贩卖佛法是不对了，但是他有功德一面呢。我说那个比开铺子卖酱油卖米面卖油茶的，比那开餐馆的，比那还是好的多呀。他有的善根的一面。那个问我那个句子，他说我第一次听了老法师你这样说。我说那你就多听听吧，我的怪论还很多的呢。不论他怎么样的能沾着佛法边，这是我的观念啊。像《华严经》，他以谤毁的方式，谤毁他也得说呀，《大方广佛经》，谤毁《大方广佛经》，谤毁是罪过。他能念到《大方广佛经》，还是把他渡了，不过时间很长啊，那就长了。他有善根成熟的一面。大家如果念念文殊菩萨十大愿，普贤菩萨十大愿，只要你沾到佛法一点点边，管得你怎么沾，怎么造罪，造罪那方面下地狱，那地狱成地狱完了，还有善根的一面呢。我是这样看的，对任何众生不要轻视他，不要轻视。还有一个，我对我们的还俗的小和尚或者比丘啊比丘尼啊都有了还俗的，我跟他还接近。我告诉他，你虽然还俗了，你不要忘了三宝，你该念经还要念，该念佛还要念，这是你业障发现。对，但你念这个善根呢，它永远种下的，还可以消灾免难。我说不然呢，你还了俗，不管你是比丘比丘尼，你的生活永远是波折的，不会好的。如果你再念念经，生活会好的。那不好的时候，你想到那佛菩萨护法不让你这么做，你看何以回来。如果你一念经一念佛的呢，护法还护持你。这个大道的时候是业障发现，但你对三宝留恋照样的奉持，消这个业障，业障会转化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没智慧，智慧没智慧可以生长的呀。大家看着在五台山牛心菩萨，说牛心菩萨，他过去是法师，人请他说法得讲价钱，要好多钱，钱少了他不给你讲的了，白讲啊，白讲他更不干了。因此他就堕了500次，他那心呢是牛心，又傻又笨。因为那他大概是大环寺住吧，大家看看那段故事啊，我记不完全清楚了，我知道牛心菩萨文殊菩萨给他换心的，他就朝着舞台，天天朝舞台，他就非常惭愧，大家都呵斥他，说笨得要死，他就朝舞台朝文殊菩萨，碰见一个老人，这舞台他跟着这个老人，这舞台都转完了，后来他赶着老人呢不同了，他给他求他求他救他，那老人就跟他说，我给你换换心吧，就拿那个如意啊，当和尚拿边有个如意，拿那如意把他心勾出来，说你这个心呢是牛心，
我还给你原来的心给你吧。牛心菩萨，他这个故事就这样。他一忏悔一悔过，他又回来了，就是过去都做法事，都堕了500次牛心菩萨，500次都是牛心，明白？就令法，令法。那么有法不说，说了讲价钱，要供养。我们这个和尚的故事很多了，大家看看那《高僧列传》呐，还有那个《野传》呐，多看看，就懂得了。说正命的跟非命的两种不同。那正命的呢，见正命人当愿众生，得清净命，不觉威业。说这个是说这是正命的，说你命很不好，命不好就是前生善根呢稀薄。说念佛，说念佛呀，说我专念地藏王菩萨，因为地藏王菩萨跟观世音菩萨，他们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，特别有缘，他发的愿，是吧？你念地藏经也好，念观音菩萨的普门品也好，你有千百万亿愿，千百万亿事，求地藏菩萨、求观音菩萨都灵。为什么呢？这两个菩萨是专管我们的闲事，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，你的什么闲事他都管，只要你求他。别的菩萨没发这个愿，求时候不见得灵。所以念菩萨的时候就是正命，不念菩萨就是邪命。正命的呢，就是见正命人当愿众生得清净命，不交威仪。两个不交威仪，这个前头也说不交威仪，这也说不交威仪。不要矫揉造作，换句话说，不矫揉，不要装模作样，装模作样，要真正得到清净命，不为邪命去生活。但是一定要以戒律为本，以法身为慧命，以无为为道业，成就无为。不为邪命生活，不算命，不批八字，就是化缘的师父给人家说的佛法，他的目的是会为化缘，就叫邪命。给人家讲解或者劝人念佛了，或者人家问呐，请问佛，你给人说你心里无所贪求，这叫正命。你正命邪命嘛，咱们就是比较而言了，就是用心怎么善用其心。你经济中间没有夹杂，没有名利思想，没有攀缘的思想，没有想把我说法呀，目的是把人家钱在他腰包说到我的腰包来，这叫邪命。没有这个思想，没有，跟你没关系。有的法师，我请他一坐，要讲价钱，我到那儿去，你供养好多，少了，不干，不去，讲好。这就是邪命，不管你说的法是正法，你所心不是善用其心了，用到那名闻利养上去了，这就不对的，是吧？以法养我们的慧命，法身慧命，但是得有时啊，没时你生命怎么活着呢？佛释迦牟尼佛涅槃时候，
白毫相光的一份福德，就够了他末法的众生，末法的弟子生活没有问题的。过去有两句俗话，我们东北啊，冻不死葱，我们东北都零下10度20度，现在好一点了。我在东北那时候，我小时候十几岁时候，零下50度，好多地区零下50度。但是我们那大葱啊，就是东北大葱吗，我们是埋到地里头的，冬天不收回家里头，让雪一温啊，那个大葱营养特别充分，是甜的，不是辣的。说冻不死葱，大葱是冻不死的，零下100度大葱也冻不死，饿不死生，没有哪个和尚是鹿岛的是饿死的。我在北京20多岁那时候，我住在北海公园里头，人问我，哎，和尚，你经常说冻不死生，那个和尚肝上有个鹿岛是和尚，那你怎么解释？我说你得看去，他一定是鸦片烟鬼。真的吗？我说真的，他不是鸦片烟鬼不会冻死的。和尚那时候收鸦片的很多，和尚在庙里和尚都有一盏灯，不是供佛灯啊，鸦片烟灯。我知道很多，他一说鹿岛我就知道一定是没有鸦片烟了，犯了瘾了，在边上倒着死了。过去一看呢，真是个鸦片烟的鸦片烟鬼，确实是这样的。而你行正道修行的和尚，不如你住山里，住多高多远人挤不到的地方，护法给你送去的，人到不了，天人能到得了，神能到得了，你怕什么啊？还有我们有些师傅们住山怕鬼，我说那些鬼你怕他做什么？来问法的吗？你不是给人说吗？人家不听你的，你给鬼说吗？鬼找你来，找你来给他说法吗？嗯，让他得度吗？正命邪命是在你的用心上分的。有没有法师跟他要钱的？那法师得大神通，不是一般的法师。他知道这个家非常尖利，一文不舍。那好了，你让我说法，拿钱吧。他把他钱拿来，这手拿来，那手给他，给他做布施，给他做供养，给他陪佛。那我们这和尚就是当个介绍所吧，就是介绍所，把你给他介绍诸佛菩萨。大菩萨什么都实现的，咱不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并不是坐在这山里头让大家磕头礼拜，在庙上面他的塑像大家供里面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骗十方法界文殊菩萨都去现身去，对邪命的那文殊菩萨现身做是一个正命的，或者也是像邪命的度那些邪命的人，这样来看菩萨。要见禹王，当愿众生得为法王，成转正法；要见王子，当愿众生说法化生，从法化生而为佛子；要见长者，当愿众生善能明断，不行讷法；要见大臣，当愿众生恒守正念，悉行众善。这是一共四愿，这四愿什么呢？讲王公大臣。但是我们道友们很少接见这个，接触这王公大臣，不接触也不熟悉了。在世俗间，这个是尊贵的，做了皇帝了，做了大臣了。他们有权有钱，有权有钱，能够左右人生的
幸福跟无灾害，第四种人就是这样的。我们把它转化成对佛法，对法自在，在法上能自在。法上怎么表示自在呢？见思二惑能断，还不说尘沙无明了，还不是大菩萨了。完了再能断一切烦恼，断一切无明，能够得自在。经常转正法轮，他要示现做国王的时候，习行的都是善法。要一切众生持五戒行十善，这个世界一定难定。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的时候，这个果道他一定不行十善业，这是很容易判断的。长者呢，就是大富的最有钱的，是商业上董事长啊，大经理了，好像他没得权，他钱就是权，他能把那个人家过去说有钱的人呢，他雇人雇不到，让鬼来推磨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这说的这么句话了，实际上雇鬼还雇不到了，就是形容词，说有了钱了，就是现在法治国家照样拿钱能买。现在美国总统选总统钱买的多少亿买选票，所以大臣国王长者他们有权的了，他可以让你富贵，可以让你贫穷。当一个县长就可以灭门呢，过去了，现在不行了。灭门的县令能使你抄家灭门，七品小知县，你看官很小吧，他能使你抄家灭门。说让国王让这大臣都让他们转成为善法，国王啊愿他成为佛，成为法王，王子啊从法化生的可以成为菩萨，成为佛子。长者嘛，就能让他明辨是非，明辨是非嘛，就不做哪事了，不做哪法了，广做善事了。说这四类人呢，善恶两途，惯想让他做善，不让他做恶，这叫是菩萨善用其心。那么大家发愿呢，发愿让这个每个国家的总统啊，或一个主持领导人呢，让他们心里生善心所，不要行恶法。如果都这样子呢，不争权不夺利的话，那是世界就太平了，还有哪有打仗的，就没有了。要见成果，当愿众生得坚固身，心无所去。现在没得用了啊！现在哪有城啊？城墙都拆了，现在城是防御敌的了。现在空中来了，飞机给撂两个炸弹，防得了吗？这个成果是什么呢？把它回归到佛法上去。说你的心就是诚，不让那些烦恼贼，不让那个贪嗔痴的这些贼祸迷惑，防范你的心诚。像我们出家的在家的佛弟子，在家你没受五戒，你受过三规，你得防范，别让他再去堕落去，堕落去信那邪魔外道的，就破了三规了。
三国也是剑呀、啊，嗯，那舞剑了，那是比丘比丘尼剑了，嗯嗯嗯，得坚固身就是，难得金刚不坏体，融入世间刹尘劫，《金刚经》上的，所以告诉你，得了金刚不坏体，像文殊师利菩萨，金刚不坏体，嗯，怎么才有金刚不坏体呀、啊？悟得空性，所作的无为。一切都是无为法，悟得空性，这才是金刚不坏，无形无相的还怎么坏啊？嗯，得这样身，嗯，心呢根本就无为，还能把它驱到吗？驱是屈服的意思了，行不行？嗯，是建成，嗯，这都是拿它比喻，比喻法的。防范一切讷，是住讷莫作，就是戒。佛教我们住讷莫作，戒就是子慈；住善奉行，就是作慈。嗯，那成果我们表的什么？把它表的佛所赐的一些戒法，你不要犯，犯了就作讷，心诚。心的心像城郭一样，嗯，要防范，防范你的虚妄的妄想，你那些个烦恼贼，你那见思惑的贼，都把它防范住，别犯戒。嗯，要见王都，当愿众生功德共聚，心恒喜乐。王都跟城乡不同了，城是县城啊。省城啊，府城啊，啊，王都国王居住地点，国王居住地点。愿众生呢，这一个国家的王都，就是一切大臣呢、啊，全国共同议事的地点。嗯，说功德共聚，功德聚快堆的地方，心里的常时欢乐，嗯，聚集无量信功德。就这样的意思，你心情放好了，一些戒律都守住了，记住无量心功德。你说我们一天持诵礼拜，除了念经，除了做佛事，是吃饭穿衣服都做佛事，嗯，你心里头常是愉愉快快的，烦恼不生。见丑临寿，当愿众生因为天人，自也贪阳。前头是成果呀，这是寂静处。临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阿赖耶处。阿赖耶就分寂静处，离城市很远了，离开聚落，修道没所干扰的。出家人应该远离城市。现在有所不同，我五台山是城啊，是山呢、啊，是城啊。现在变成城了，台河镇不是城吗？嗯，比五台县还热闹。赶到超山的时候，但是它是个山呢、啊。我们这山里头有很多或者寂静处，像我们普陀寺就是寂静处。嗯，不是一个人住的叫寂静处，凡是阿赖耶。佛经社，佛的道场，都叫寂静处，就是修道的处所、说道的处所、行道的处所，都叫寂静处。那比丘呢，大多数都住在森林、树下，这好修行啊，清净啊，没什么干扰啊。修道的处所，那天人他所看见的人间，他对修道的处所，他就看到只要有修道者，四众弟子都可以，他都非常恭敬供养，
供养不一定是给你点财物，给点物质东西，他的供养他在空中给你合掌礼拜。像我们好多人看见那个空中有时候云彩的变化呀，有的神的放光啊，有好多人跟我讲，我说不要胡说八道。那天他们干什么，他看着普陀寺，他们朝山的看着普陀寺这个地方是光明的，其他地方是黑暗的。他说师父啊，你们这地方是光明的。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你说给我们带来灾祸。他说为什么，我说这是邪魔外道，不要这样说。是吧，处所的不同，它反映的情况不同。你到公安局去一定是谈这个犯罪的事儿，或者有他求的什么事儿，或者治安问题，到公安局。你到法院去一定是打官司的。问到法院干什么，他是打官司的。你到百货公司一定搞经济的，什么处所做什么事儿。到山里，到五台山，到普陀寺来，那除了问佛法还谈什么？我们这不讲什么其他的交易啊。有人这样问过啊，说老法师，那些你们那些弟子，那在家那些个到这里面捐钱干啥的？他来干什么？为什么把钱，他那么拼命的挣钱，想足脑子，为什么白给你们？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？他是个大公司的老板董事长。我说你连这个还不懂？我这搞交易的呀。哎，他说你们也是搞交易？我是啊。什么交易？我说他求佛，他要求佛，他感觉到他在社会上像你吧，做伤心的那个伤天害理的生意，你怕下地狱啊？那找和尚给我们消消灾吧，那把钱来给我们些个，我们替你们消灾的了。这是贸易，最府的贸易处所。我说他要不是有真心供养三宝的，那是善根。我说像你这样的，你问我这些事，你拿些个钱，那是买消罪的，买罪的，买福德的。那还有这么多讲究？我说讲究还多得很呢，你要学一学，你受过三规才懂得，没受三规你不会懂得的。有时候我们说法的时候，并不是净是说好听的话给他说，特别有钱有势的这人，你要折服他，非常的娇闹，他对三宝恭敬吗？他给你红包，他因为出家人都带钱，那你就根本不收他的。为什么？你的罪业太大了，你造业太脏，我不能给你消灾，我消不了，拿去吧，另外找消灾地方。有时候这叫折服啊，你不要净给他说好听的，你舍不得他消不了灾，他也消不了灾，你受他这个钱呢不好受。我说真的，你拿他这个财吃饭穿衣服，那你身上毛焦火辣的，很不舒服。说世间的人跟人不一样的，为什么天人恭敬那些修道者？因为他有德。天人也想修福啊，不然他福尽了，五衰相现，他就会下地狱的。他也想陪福啊，懂得这个道理就好了。入理其实，当愿众生入身法界，心无障碍。入理呢，就是乡村、能镇，就人家啊、聚落。你要想求隐士，得到聚落去啊。聚落就是农村呢、对。那时候比丘住在山林里头，能到国王那儿去求隐士去吗？不可能啊。能到都市去吗？
他住的很偏僻啊，都在那乡镇上啊，或者有十几户人家都可以啊。那个时候的印度那个国度，只要僧人起食的，或者是哪只外道，外道也起食啊，也一样的呀。他住在深山老林里头，哪有吃的呀？有时候住在深山老林，他不起食那个，他得犯戒，挖那个地下的那个，地下有长的呀，像那个。很多药材啊，药材很多是我们和尚发明的，和尚捡这个百草可以吃，他把它煮熟了吃，像在住山里吃黄金啊，或者南村呢、南村把它做成菜，黄金作为饭，把人吃的飘轻飘轻，不吃五谷啊，过来说飞行啊，你走路自然就轻了，你上山去不吃五谷粮食，是那黄金，很多药材，对，是天麻，吃天麻是大补脑的，但是和尚智慧大，就是吃天麻吃的，但是没住山林里头，哪有天麻啊？你在药铺买天麻，很贵的呀。像我那时候当犯人，我拿那天麻，肚子饿了，拿它煮着当饭吃啊。那挖出来像那个，像咱那个山药蛋一样的。你煮熟了像山药蛋一样的，有好多的事物，你要是有智慧，有智慧方便善巧就解脱，没有智慧的了，要是方便就是束缚。就是说文殊师利教授我们的要么发愿，而看到在临守住的那些个比丘，住的那修道者对他们恭敬，那就叫阿兰月处。大家读金刚经看到吗？对，须菩提就那些个僧人大多数都住阿兰月处，修道时候没什么干扰，赶到你到住在这个地方，必须得到这个农村村落去求饮食去了，那时候就是入身法界，心无障碍，把这个林呢、山林呢，把它向上入身法界，这只法说的。你在树林子画不到圆的了，画饭是画不到的了，只有到这个城寺里头去。但是你住呢，不能住在城寺里头，修道很不方便，要玩嘛。要搞交通便利嘛，现在我们寺庙好多是修到城寺里头啊，你说嘛，到这个寺里的乞食家，就是深入法界，形容词啊，就向人求饮食，求饮食话使他没有障碍，没障碍是指着心入法界，法界心是无障碍的。这句话法界是形容的，咱不讲四法界吗？理法界、四法界、理是无奈法界、四是无奈法界。这个法界是界是生意，心生住法，心里的生住法就叫法界。一切法还归于心，法由心生，法还归于心，这叫法界。入身法界就达到无为，明明想求饮食还是无为，就用心观，心无障碍。求饮食师规定很多，要生平等心，要去给人求福去，我求他的乞讨饮食，我给他幸福快乐，给他陪福，也得还给人家说个发愿文吧，还得问他呀，说你供养完了，你得到人饭了，你有何所求啊？你有什么求我没有啊？他要有所求，你就给他回向满他的愿。
入身法界就是你入世俗的禅寺当中，什么都不要做，都不要做。在戒律上有比喻啊，比如采花蜂，那个蜜蜂到花里采，只取其味去，不着散与香。那个蜜蜂啊，只取它那个味道，完了回去扬墨，它的花不坏坏它的，它的颜色也不坏它的，它也不执着，是吧？比丘到这尘世去，到聚落去化缘，不要使执着心，不料生贪恋心，一切无着，心无障碍。这就文殊菩萨教我们善用其心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